安安啊，又回来了，回来喽，吃饱回来喽。你不是是整天在玩这个？是啊是啊，怎么了？我的假日我就把它献给他啦。我原本就规划这两个这三天要把它玩完的。这游戏大概25个小时可以全破啊！我之前算过啊，现在20个小时了吗？再5个小时一定可以全破啊！哎呀，算过是可以的啦。没有，刚才中午休息了一下，休息了40分钟，我现在眼睛好酸，就是我刚才出去吃饭的时候，眼睛都在那个什么，有种这叼没感觉呢，这叼没感觉啊！我真的佩服那些实况主可以从早实况到晚，好厉害啊！真的没有，你没有戴那个绿蓝光的眼睛，眼睛一定会瞎掉，你知道吗？像我是还有戴绿蓝光的，所以还好。哇，好累啊！嗨嗨嗨嗨嗨嗨！今天的衬衫好帅，没有啊，还好啦，还好啦，过奖了，过奖了，兄弟。这件衬衫真的很贵耶，虽然我觉得很老，很老气，就是。有人说这件衬衫很老气，穿起来像大叔，你知道吗？这件衬衫要那时候好像说过嘛，快2单吧。这件衬衫快2单，不知道贵什么的。2单的衬衫，是啊，明天要上班嘛，我明天休假。明天休假，这边是唯一可以遇到小海马的，跟那个海刺龙的。我现在去岛上拿一个东西啊。之前这边好像有一个岛没有拿到，是不是在这边啊？啊，这个，十字剪，哇，好稀有啊！果然，我还有没有什么漏拿的啊？其实我不知道哎，感觉还有什么漏拿的。华兰士。刚好看到，啊！今天连开N次没有啊？今天只开台2次而已。
我下午开一次，下午开一次，晚上开一次啊。对啊。要是盒子塞满，只要塞给大雾模式就好了。靠背，大雾模式是垃圾桶就对了。你是不是把大雾模式当垃圾桶啊？这样是不行的哦。安安啊，不是这里是不是？哎、欸，不是这里吗？我走错地方了吗？啊，应该是右边吧，靠北。算中午开吧。没有，我算下午哎、欸，因为我是快两点才开的。哎、欸，不是这边吗？闪电鸟不是往这边走吗？我走错了吗？我应该没有走错吧？不是这里吗？啊，没错没错没错，应该是没有走错啦。哎、欸，有一个宝可梦球，我没有拿到哎、欸，等一下，我去拿一下。PP 单向小补剂，哎呀，妈垃圾。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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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我想说，我们应该没有走错才对啊。皮卡丘，单挑，单挑。黄基文，铁甲犀牛，为什么是喷火龙啊？干，靠腰啊，靠腰啊！等一下，糟糕，等一下换回来皮卡丘。哎呦，龙之波涛！啊！秒杀！地球上头对地面系没什么用啊，格斗系要适合打一般系啊。大舌头，哎，好稀有啊，想要抓哎、欸！地球上头，哎呦，不是很痛。安安。龙之波动，嫩。我不后悔。雷之石，这里有见到雷之石啊。太稀有了吧！哇、哦，有剑，有这只哎！抓抓抓！抓抓抓！电极兽，太帅了吧！中！干！怎么可能 ？S 人的竟然没有中，心机拉里奈，对嘛？
对嘛？小吃怪耶！抓抓抓！抓抓抓！它竟然会动耶，我以为不会动耶，好难抓啊！这一代不能抓电子，这一代没办法进化。哇哦！死蚊子，走开，快走！哇，它也会跳哎、欸！不要跳了，哎、欸，不要跳了，乖，不要动，乖。哎、欸，丢嘛！靠腰。有一只蚊子在飞，好烦哦！霹雳弹，哦，活力快，对了，顽皮蛋这边遇得到吗？还是得用练的。我是想说，能抓就抓，能苟且就苟且。顽皮雷弹，哎，这边遇得到哎、欸，有有有，可能要连锁才遇得到啊。说实在，够稀有的。我决定了，我要撒那个驱魂香，看有没有机会把它撒出来。哦，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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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是赚到了！哇、哦！再给他一个莓果吧，焦香果，走，哇，他说是小尺寸啊，这已经是小只的，有更大只的。哇，怎么这么难抓啊？有这么难抓啊？哇！
专门开图鉴用的，来帮我们开图鉴的，真棒。这岩石系啊，这直接用格斗系打，岩石系用格斗系要暴打一波。来啊，岩石系，受死吧！地球上头，哇靠，三小啊，好痛啊！等于同一等级乘以一的伤害啊！哦，这么低啊！所以地球上头适合低等抓高等的，是不是？还是适合你等级比较高比较痛啊？我一百等就造成一百伤害，是不是？哦，摔打很弱呢，我觉得摔打超废的，不是很强，不要。哇，镰刀盔太稀有了吧！哇，好帅呀！好帅呀！不啊，痛啊！天哪，四倍！妈，谁逆我啊？掏腰啊！哇，去！哇，化石翼龙，厉害厉害厉害！化石系成就好被训练家，龙之怒啊，直接大字爆眼好了，送他下去探亲，没死。啊，我死了。啊，热水浇他一下。看为什么是你先攻啊？看为什么他先攻啊？太快了吧！为什么？我的水箭龟速度就这么慢吗？你看有，你看那个动画里面的水箭龟干快的跟什么一样？就我家最慢，如果你今天是妙蛙花就算了。顽皮蛋欸，顽皮蛋，顽皮蛋。Hello Hello， 顽皮蛋，顽皮蛋，再用一个，顽皮蛋该出来啊！顽皮蛋出来啊！顽皮蛋，顽皮蛋不出来啊！神奇糖果，可是那时候我不是说神奇糖果，假设你用神奇糖果升一等。他能力值好像不会加，好像听说不好啊。我记得是有副作用的啊。哦，出来了，出来了，顽皮蛋，大只的顽皮蛋，耶、yeah ！大只的顽皮蛋，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哇，好难抓啊，兄弟！凤梨果，干怎么丢丢不到、啊？奇怪！哇，乱丢哎！这球不受控制啊！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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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哦，靠腰嘞，这么难抓。哇，没怎么没有 excellent， 奇怪了。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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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抓啊，顽皮蛋。以前我都怕他自爆，你知道吗？你每丢一颗球，他都有机会，每一回都有机会自爆，你知道吗？自爆你就抓不到了。这代没有所谓的打残机制，好不好？没有打残机制，好不好？它就是这个 Pokemon Go 的低配版，好不好？低配版。打雷！我操！我就跟你说，皮卡丘那个技能啊，随时想忘都可以忘，直接这个学就好了。这一代的光碟片实在太强了。这是顽皮蛋哎！哇，野生的顽皮蛋啊，好屌啊！跟以前一样哎。哦，这是野生的顽皮蛋，打死就可以抓就对了。那顽皮蛋真的还算是蛮稀有的，算是蛮稀有的。啊，你未说对不对？电电加速。嫩，然后就可以抓了，对不对？哇，浪费我一个，好，再抓一次，好，没关系。瞬间再抓一次，还行，还行。连续捕获二，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是什么连续捕获十，不可能，不可能，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三合一十怪这边遇得到吗？应该没有那么爽的事情吧？三合一十怪遇得到吗？哎，对了，说到这个，我今天出门遇得到我今天刚才去吃饭的时候，我看那个最新情报啊，日本的那个什么，好像因为这个。配合这个 Let's Go 上市啊，他们那个实体店面有卖那个151只玩偶，对，然后一只玩偶1100块，如果说你一次买完151只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小布娃娃嘛，只要18万日币就可以了，买了啦，太便宜了吧，18万日币就可以买齐了。臭泥不要，我抓过了。你就可以做一个影片啊！我花了18万买齐了151只宝可梦，然后这影片就点击率就超高，一定很屌。18万太贵了啦，靠北哦，将近6万多块台币买一堆垃圾。这只也是顽皮蛋说实在，我不是很想拿啊，不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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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那边吧，放着放着，放着会发财。广告收益赚不回来，对啊，靠背再赚不回来，你不去直接去跟店家合作说，我想要帮你这151只玩偶开箱还比较实在。如果今天是什么拉斐尔或什么 Hikakin 啊，或是什么哈基妹这种的，妈月入几千万的，干一定没什么问题的，一定买一定买。一定买爆！这也是顽皮蛋哎，干不拿不拿不拿！顽皮蛋的球就不拿了，靠腰。你不觉得你今天在拍一个那种实拍节目的时候呢，你后面放着151只玩偶，干整个就是屌，就是屌，牛逼！啊！闪电鸟看到了，我还有没有漏拿的？我好像漏拿一颗看一下，那颗漏拿，那颗漏拿没拿到，这边有一颗，
雷之石啊，真赚，真香。全满药哇，都是好道具哎，都是不错的道具。哎，三合一池怪，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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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捞就捞，能捞就捞，哇！摔啊摔啊摔啊摔！送你一个凤梨果。为什么丢不到右边啊？为什么？哦，干，气死我了！竟然还抓不到，太夸张了。靠腰嘞！要跑掉了啦，再不抓他要跑掉了。进来呀、啊，进来呀、啊，干你老师嘞！哟西，市长不用吃饭吗？吃完了好不好？这游戏去哪里玩？买 Switch 就有了，在 Switch 上面，这个 Switch， 这个 Nintendo Switch。看怎么扯球怎么抓不到，看太慌了。我的超级球要没喽，真的很难丢哎、欸，奇怪了，不受控制，不就是不是这样子吗？正面丢，然后斜面丢是这样子吗？其实球的左边跟右边到底怎么判断啊？有人知道吗？我这样正面丢是这样子是这个还是看方向啊？直接看方向。这边是左边，这边是右边，是这样子吗？想买台台湾，不过没钱。哼 ，FGO 打啦、啊，打啦、啊，怎么了？然后就把体力打完了。游戏有对战，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当然有啊。应该都拿了吧？这都拿了，这个就是这个都是顽皮蛋，都是顽皮蛋。啊，应该都拿了。这是回到开头的地方，闪电鸟啊，先存档。其实我自己也蛮想要分期付款的，因为这样一个月只要付1000块，其实还蛮便宜的。不过他说，因为我的是金融卡，所以不能分期付款，一定要一次刷，所以我就一次刷了。不然我也没办法一次掏出1万多块啊，干，当然直接刷了。闪电鸟，电电加速 ，Mega 进化，咬住啊！热水好了，冲它！信用卡是我暂时不想办，是因为我怕我把它刷爆哎。哎、欸，秒杀嘞！好弱哦，好弱哦！太弱了吧！好，不管了，来抓了。说好的用
精灵球把它丢到下来，丢死你！我说到做到。嘿 ，nice。是不是？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漂亮一集，同步捕获，哇，太神奇了！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闪电。闪电，你是什么性格的、啊？我看看，勤奋，看起来很废耶，勤奋不是很好吧？干，只有三 V 耶，糟糕，有点想要重抓了。算了，闪电鸟本来就闪电鸟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我也不想要。说实在，闪电鸟这个，哎，算了吧，他就比较帅而已啊。再不要刷了，我要回家了。不刷不刷。刚好闪电鸟我特别的没有很喜欢，还好。勤奋我忘记是什么性格了，勤奋是什么？要特别查一下，我查一下勤奋是什么。这个我没有背。勤奋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勤奋就最烂的、啊，勤奋就是什么都没有啊，是吧？啊，没有，勤奋是果实哦，靠杯。我记得勤奋是最烂的吧？对啊，勤奋是五啊，勤奋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五啊，没错，就是什么都没有加，最一般的，很普通的闪电鸟，好，没关系啊，随便了，随便了，我懒得刷了，回家，不刷了，回家，不用了，我也没有要练的意思，不好意思，我也没有要练闪电鸟的意思啊，回家，我用皮神就好了，看。同样是闪电鸟，我用皮卡丘就好了，你懂吗？电系是可以取代的。我皮卡丘都比闪电鸟强了，皮卡丘6V耶。真的啊，皮神就够了，谁还要闪电鸟？以前闪电鸟是因为电系最强，结果现在干皮卡丘比闪电鸟还强，谁要那个？你忘记了，动画里面皮卡丘跟闪电鸟互打、欸，哎，还不会输呢。拍谁？我再吃个药一下，每4到5个小时吃一次药，下午4点多的时候吃的吧，现在8点多了再吃药，我发现。吃药好像真的有效，所以我还是吃一下药吧。对，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吃药，我觉得药这种东西都是胆固醇累积，你知道吗？在消夜障。人类照理来说啦，我觉得身体应该是会自动修复的，还是其实人的身体是不会自动修复的，必须要靠药物来治疗，这我就不知道了。但理论上，我觉得上帝造人，人类的身体本来就应该自动修复的啊，太神奇了。
什么时候超梦？打完四大天王才有啊。以前没有药，寿命短，哎，也不好说，也是有人活到很也是有活到很老的、啊。AIDS 和 SSB 无法修复 ，AIDS 好像现在还有办法吧？我记得可以，我记得 AIDS 还是可以。黑死病好像也可以了，现在早期不行，但现在应该都可以了。没有药是增加你的伤口修复速度了。艾滋只能研发发病，无法根治。我记得艾滋现在可以根治嘞。艾滋现在可以吧？艾滋可以治疗，我记得。我看一下，艾滋治疗，我记得可以治疗，哎，还是我想错了。艾滋目前虽已有相当有效的药物可以控制，但是无法根治哦，所以是要终身服药。我靠，真的假的？艾滋这么可怕、啊？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艾滋啊？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所引起的疾病，艾滋病会破坏人体原本的免疫系统，使病人的身体抵抗力降低。当免疫系统遭到破坏后，原本不会造成生病的继续就落。哦，艾滋就是所谓的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哦，这样子、哦，了解你意思。那我真的很不能理解是，那艾滋的最刚开始的带原体是什么？艾滋是不是一个这种，就是你知道吗？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不小心造出一个失败的产物，你知道吗？对啊。猩猩哦，所以有人类去跟猩猩嘿咻，然后造成了这个艾滋感染，是不是？是这样子吗？啊？认真哦。是啊，阿珍，你现在可以在西药解装了，不然到最后跟我一样，进身上插了三根针，在床上才能解决，辛苦你了。是被猩猩强奸，不是自愿去啊？非洲人喝醉跟猩猩，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怎么那么蠢啊？那为什么会有人那么蠢去跟黑猩猩？那个啊，该好蠢哦！真的，我觉得真的蠢爆人啊！艾滋只要测试机不到，没有传染力。说不定你有艾滋啊，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因为艾滋这个东西，它必须要特别的检验才检验的出来，对啊。你也不知道跟你可能整理女朋友好了，他可能他以为他没有艾滋，结果他其实有艾滋，你也不知道嘛，对不对？有可能啊。非洲巫医啊，哎呀，跟你讲，看人类真的有艾滋，真的很神奇。潜伏期我记得会传染吧？没有，其实艾滋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潜伏期是三个月。假设你现在有一个危险的性行为。你可以用快筛，就是90天后去快筛。哎，其实我觉得定期去做这个检查也不错啊。就是不管，假设你是处男是例外，你只要有性行为就可以去检查，就可以定期去做这个筛选。但是我记得好像艾滋。好像要到特别的医院去做那种匿名筛选，比较麻烦。对，好像比较麻烦。对对对。冷。阿干，你不是输了吗？为什么你先走？是我先走吧。
没有，不一定要发病检验出来。我记得是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有危险的性行为关系之后或怎么样的，就是可能针筒注射啊，你可能去抽血，那早期那当然有那个抽血那个针筒没有换的，然后你中标了好了，你不知道，大概三个月后到四个月后，就是基本上是三基本上九十天呐、啊，建议九十天后去做筛选这样。你想要吗？给你啊，给你啊，马志士的签名这么厉害，给你啊，给你啊。拿破仑发现新大陆去跟非洲啪啪当地女性之后，又回到非洲，又跟欧洲女性啪啪才知道，所以艾滋是拿破仑传染的。我觉得这个是这是瞎掰出来的吧？拿破仑带感染的艾滋，所以照理来说，其实人类不应该有艾滋就对了。干，那所以猩猩很靠背、欸。我这样想就我觉得猩猩还蛮靠背的。那我觉得猩猩很靠背。金色凤梨果。这是粉红色徽章，没有错。哥伦布吧，什么拿破仑？艾滋的症状有什么？我看看。其实艾滋症状很多吧，因为艾滋照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怎么讲？你知道吗？就是它是免疫系统低落，所以其实。你得了艾滋，也未必会死嘛，对不对？照这样说的话，是不是？艾滋有发烧、疲倦、喉咙痛、皮肤长疹、恶心、呕吐、体重减轻、干咳、肺炎。哦，该不会我就是肺炎吧？应该不是吧？难不成我是肺炎吗？盗汗没有，指甲变化也没有。酵母菌感染也没有，感染疮及生殖器疱疹应该也是没有，刺痛及虚弱也是没有，月经失调没有，我也不知道，呵。对啊，基本上就是各个症状一起来啊，我觉得。次郎得艾滋，没有，我只是乱讲而已。毕竟我也不是处男啊，干我今天是处男，我一定没有烦恼啊。哎，有蚊香蝌蚪哎，抓抓抓抓抓。反正得艾滋就一定会死就对了。反正我意思就是说，艾滋就是那个啊，你懂吗？所谓的艾滋就是你的免疫系统低落嘛，所以你容易被感染，所以其实是后天的疾病造成，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没有艾滋都无所谓，重点就是你只要不得病，其实都不会死，你知道吗？只是艾滋比较容易死而已。你就是有，你有一个 buff 叫做容易死、容易得病的 buff， 对不对？魔术强森有艾滋也没事，是不是？我跟你讲说，所以我说有艾滋不一定会死，没有艾滋不一定就不会死的。这是一个 buff 的概念，没有啊？我说的 buff 就是它加强你容易得病的概念、啊。
胆胆我好像有哎、欸，我已经有胆胆了，我要逃走，不抓不抓。所以艾滋如果得病之后呢，就是因为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系统失调嘛，你没办法控制，所以你的病永远没办法根治，所以就挂掉了。所以你所有得的病只能靠药物去根治嘛，对，应该是这样子吧。其实我不确定所谓的吃药是不是去提高你的免疫力，然后去让最后再让免疫力去把那些病毒赶走。所以前提情况下是你的爱，你的免疫系统没有坏掉。假设你今天免疫系统坏掉，你吃什么药都没有用，因为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吧。为什么觉得这些洞好像有东西就对了？不是，我是说艾滋为什么会死啊？艾滋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失调啊。是绿色徽章没有错。昨天谈人生道理，今天谈医学。冠军之路，好啦，总之呢，对啊，对啊，你那个说的不错啊，吃药等于给免疫系统武器嘛，免疫系统等于士兵嘛，所以今天药只是帮助你去打赢这场战斗而已嘛，打赢这个病毒而已，但是因为你今天得了艾滋。所以你的武器没办法给你的士兵们，你就挂掉了。其实我觉得艾滋为什么没办法根治还蛮扯的、欸。可是那个谁不是说过吗？那个之前那个阿良不是有个阿良病毒吗？阿良不是可以杀那个癌症跟那个艾滋吗？只有可以收杀癌症而已，所以他还是不能杀，还是不能杀那个哦。秋本智，只有他自己可以用，我知道啊。次郎当初买这款花多少？只看游戏片1790啊。这游戏原价是1790啊。有一种说法是非洲土著人与猩猩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第二种说法是非洲人土吃了这个没有煮熟的被感染的有毒的黑猩猩的肉引起的。总之不管怎么样就是黑猩猩嘛，对不对？干，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根治艾滋了。如果我今天是这个世界卫生人口组织嘛，对不对？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就把所有全世界上有艾滋的人全部杀死，全部当场枪毙，全部杀死，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艾滋了。太神了吧！次郎直播怎么不发 B 站？因为我觉得 B 站应该不会想要看这个直播吧 ？B 站有人想要看这个直播？可是有潜伏期，不管啊，出现了再说嘛。出现再说嘛，对不对？多重性伴侣还是会不会啊？为什么会啊？我真的不懂哎、欸，没有当时你要先想清楚，艾滋是黑猩猩来的，那今天多重性伴侣没有影响啊，你懂吗？照理来说应该就没有影响吧。我刚才问了嘛，艾滋的根源是黑猩猩，所以只要把当时被黑猩猩感染以及被传染的所有人干掉之后呢，就再世界上再也没有艾滋了。你下次怎么在 B 站直播啊？挺喜欢你说话的，一个月一次吧。一个我在 B 站只会发那个闲聊而已啊。我们这是治本啊，不是治标啊，治本。
好石器啊，那个直接他妈的直接压死就好了。理论上可以，但技术上做不到，一定做得到，我跟你讲，绝对做得到。有些人得了艾滋可能没有去报那个医院嘛，就是没有接受匿名调查嘛，所以那些户政事务所或什么那些医院其实不知道你有艾滋的。但是我说今天好，就像今天好了，今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钢弹 seed 好了，钢弹 seed 你要变成调整人或什么时候呢，你知道吗？那个就必须要接受一个人体的调查，就是人口要普查就对了。那藉由这个普查的健康检查之后呢，他就可以了解说这个世界这个国家的人口组成是怎么样，对，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什么样的人没资格，这样。反正我只是说这个法律伦理上不允许啦，一定做得到，我现在讲的方法一定做得到，只是没办法去执行而已，欸，所以艾滋才这么麻烦啊。我说既然对嘛，艾滋没办法根治，那就治，我们就治本嘛，对不对？本就怎样，本就是有人啊，有人得艾滋嘛，就把他干掉就好了。哎，是不是？是不是？妈的，太牛逼了！像我记得香港脚好像也治不了，对不对？我记得香港脚也治不了，干变皮卡丘了。不是啊，艾滋，即便今天这个好了，今天不这个危险的这个性伴侣交配好了。他有哪天不小心拿那个他插过的那个针头的血液插你，你还是会感染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要根除所有有可能的这个那危险因素，就把这些人呢给灭就可以了，懂吗？哎，十个皮卡丘糖果，太好吃了吧！我要。当年就是有白痴嘛，没办法。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锅啊，人类就得接受它。好嘞，撤撤撤！哦。等一下，哎，这是不是只能拿一个啊？还是得再来两次？我看看，应该可以重复拿才对。隐形眼。重新再出来一次，看可不可以再拿一次？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了，只能拿一次也太绝望了吧！只能二选一耶，干！我觉得只能拿一次耶，他设计的好鸡掰哦，应该只能拿一次。哎，可以拿两次啊！爽！太聪明了吧！耶，太聪明了吧！啦啦啦啦，夜之石，我全都要。铁甲犀牛，走开！干，太胖了。我只要铁甲暴龙而已。铁甲暴龙。哎，这边有一个石头，哎，这个。回猪猪。
哦哦，没事没事没事。所以现在要上楼梯了，是不是？好嘞好嘞。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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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有了，不需要你了，滚！这代表铁甲霸王有啊？当然有啊，废话，当然有啊。铁甲暴龙好像是第一只设计出的宝可梦，我记得在剧场版里面，铁甲暴龙是数一数二的强，结果被超梦秒杀，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板木老大就看着就很开心，你知道吗？怪力系列不就想演的哥布林是吗？差那么多。差很多吧。嫩，今天的话题，同捆机感冒艾滋宝可梦。哎、欸、哎、欸，我觉得我还蛮难扯的哦。为什么可以扯到艾滋啊？奇怪了。请问一下，为什么扯到艾滋啊？扯到根治疗。那为什么扯到治疗啊？啊，小慧安安安安，你好，直播完了是不是？这为什么会扯到艾滋啊？奇怪了。辛苦了，辛苦了。听说你已经来到台北念书了，我知道。吃药是不是啊？对对对对，我吃药。对，等一下，想起来了。台中啊，对，你说台啊，对，台中，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台中，对对，你台北到台中念书啊，辛苦了，辛苦了。你住在基隆是不是？好哦，啊，对，我在讲怎么一直遇到啊？我是说，今天你身体里面有状况，像是肺癌或什么的，肺癌像是有机会人体自己治疗吗？他说不行嘛，对不对？因为它是病毒，所以人体没办法去自我免疫把它修复嘛，是吧？是这样子吧？对不对？是啊，如果不出不起眼游戏，你会买吗？哦，不起眼游戏，不起眼已经出过一次游戏啦，已经出过一次了。我记得我好像同学以前也是基隆人，到台中念书。他说，基隆到台中念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回去基隆了，因为基隆天气太糟了。到了台中都觉得很棒，那台中最近我觉得是空气太糟啊。我每次从台北回去台中，鼻子都会爆炸，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就是那种长期的那种，那就是过敏体质。每次回去台中都真的唉不舒服。台中现在是天气好，但是空气品质差。癌症不是病毒，是大批细胞突变哦。其实最怕的就是癌症乱跑而已，你知道吗？像我之前，我老妈好像也有疑似有什么乳癌哦，对，她也是瞬间身体突然衰弱，然后住院看医生，然后乳房那边也有切掉，还蛮可怜，蛮可怜的。对啊，她那阵子就是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自己也是吓到，你知道吗？哎，我学到日光术了，日光术应该就是所谓的那叫什么？那个叫做。叫什么来着？日光术就是所谓的太阳光线了、啊。台中的交通有点可怕，我都不敢骑车，是不是？我跟你讲，你台北骑完车再去台中，你就觉得，干台中真的超可怕的。我之前在文心路上飙100块吓死，因为文心路车很多，
阳光烈焰，对啊，阳光烈焰没错，就是阳光烈焰。那个图片的细胞不会被身体检测出，因为身体的系统会认为那细胞正常的。对啊，癌细胞就跟那个一样啊，有看工作细胞都有讲啊，它就是伪装成一般的细胞啊，对啊。台中的计程车很凶，台中的驾驶也很凶，对。但是呢，台北的计程车很多，所以我个人是很讨厌台北的计程车。但是呢，当你需要计程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台北有这么多计程车，很方便，你知道吗？台中的公车司机一直都很凶啊，早期还有那个巨业的时候，现在巨业好像倒了，是不是？还是还有巨业啊？巨业的公车司机是台中最凶的。现在有巨业吗？还是没了？是被统联了，是不是？还有是不是啊？我都忘记了。基本上我不搭巨业了，因为我觉得巨业的司机干嘛都喝酒或怎样，你知道吗？舍身冲撞，不要乱学好不好？啊，不好意思，上洗手间一下，喝太多水。我老家是在中港路上啊，所以中港路就像我家的这个后花园的感觉。对，尿超快，没有啊，我又不是女生。今天我是一个妹子实况主，我说我要去上厕所，干，那已经尿很久，对不对？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好笑是，那个实况主去尿尿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视讯镜头不知道为什么就对着厕所，然后呢，他好像忘记关视讯镜头嘛，然后就拍到他尿尿的样子，干，超好笑的，我觉得那是可以的。中港路哪一段？动物园那边吗？动物园是哪里啊？台中公车包，你在说笑话？台南公车小台的只要50人还在让人上车，30秒左右，很快啊，干。小慧，你这样尿很快。台南的公车我没有坐过，因为去台南基本上我都是骑摩托车。台南比较适合骑摩托车，因为，当时我们的赖神其实把台南的路弄得还算是平啦，还算是平啦，哎呀。但是呢，台南说实在，我觉得台南又热，交通又烂，对不对？然后呢，人又多。然后路上又很乱，你知道吗？台南的那个，你知道越往南部，越往那个南部啊，高雄啊，那种南蛮地区啊，那边的那个红绿灯啊，都是装饰用啊，都装饰用。走开呀！他妈这蚊子怎么这么多、啊？台南的路名我真的背不起来。台南的路名我真的背不起来，我已经回去台南好几次了，我还是背不起来。台南骑车很凶，我是不知道啦，我只知道台南人开车都没在长眼睛的，就他们的交通的那个法则，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很落后，你知道吗？不是我在说，就真的很落后。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都无照驾驶，每个都是驾照，就是鸡腿换驾照的感觉。每个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安全意识，你知道吗？
我下来读大学，觉得这里的路超级不平的。没有，台南是要去市区的路比较平。台南在火车站那边的还蛮平的，但是台南一定有很偏僻的地方，因为台南有以前早期是台南县跟台南市嘛。台南县就是没有人管的地方啊。对啊。高雄我去过一次，我就再也不想去，是因为我觉得高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又热，蚊子又多，然后红绿灯基本上等于装饰，对啊，然后车子也很多，什么都很多，问题就很多，然后灯隔热什么的都在那边。对啊。台南的酱油还不错啦，台南的那个什么，他们的蚂蚱好像是吃咸的。它不是像南部加那个什么，加那个甜辣酱，我们那个东泉甜辣酱吧，不是，他们好像是加一种那种蒜蓉酱油的一个东西，反正我不知道，吃起来很猎奇就对了，我吃不习惯。铁甲暴龙，铁甲暴龙，等一下，铁甲暴龙，我好不容易遇到了，嘎。铁甲暴龙啊！铁甲暴龙不是酱油膏，不是酱油膏，它吃起来会有一种蒜辣味，很难形容的味道。Excellent， 抓到了。对，但是我说他们的酱油就是这种蒜蓉酱，你知道吗？对呀、啊，类似酱油膏加辣椒吧，类似吧，对啊，反正就是一些很神奇的味道，对啊，我无法形容那个味道，太可怕了。我有一个疑问，这个是不是就是火焰鸟，对不对？但是这边有一个石头没办法推啊，所以应该是上面有一个石头掉下来吧。反正呢，我觉得还是台中安全啦，所以我觉得去台中读书还是不差啦，真的，真的不要往南部跑嘛，我台中不好吗？对不对？台中很棒啊！这一代没有超铁暴龙，没有。基隆我只去过一次啦。我真的只去过一次基隆而已，对啊。哦，快龙是龙系的呢，哈密龙、哈克龙，直接撞撞看吧。我跟你讲，当年我还有做过一个很蠢的事情，有一个传说叫做，你在考大学之前啊，你只要去他们的母校看过，你就考得上了。所以当年呢，我刚好去新竹那边办事情吧，然后呢，我就去那个成大跟清大校园晃过，晃了一下，然后当然呢，最后没有考上。你是不是歧视我们南蛮人啊？没有啊，怎么会歧视呢？我去过成大、台大、清大、交大，什么都没有考上。结果呢？我以前有一个什么，我小时候在路易斯教堂拍过照，结果最后呢就考上了东海，哇，水小。哦，因为我会回台南啊，台南我就有去成大看过啊。没有，单纯是能力不足而已。啊，你是我哥学弟哦，有可能哦，要看是什么系。
才不要抓大只的大岩蛇嘞！今天破得完吗？一定破得完啊！剩冠军之路了，破得完，一定破得完啊！我现在只有点迷路而已，这边怪物太多了。以前这冠军之路最麻烦就是很多的怪物，加上会迷路，你知道吗？非常的困难，而且我这边这个石头推完不知道怎么办，这应该是要往从下面推上来的，所以应该要走右边。这一代没有大钢蛇啊，大钢蛇是精英版的。闪电鸟抓完了，哎，真的有飞天螳螂哎！飞天螳螂是草系的吗？还是飞天系啊？啊，飞一看就知道了。哎，打不到哎！一滴，一滴啊！我记得你好像你跟我哥认识，他介绍你当我前辈啊，我知道了啦。可是不对啊，我觉得不是绝对不是重系，没有没有，当时是这样子，当时是你哥的同学吧，然后他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妹妹在当实况组，然后呢，就是可以身为前辈可以关心他一下这样子，哎，然后呢，我就。刚好就联系到你这样，对，大概是这样，对对对。那你哥应该是没错，那我大概知道了，对不对？这关系很复杂，是不是？有没有？关系超级复杂。然后那时候我还问一个。问一个很好笑的问题，我就问他说：“哎，那他这个，他这那这个这个这个妹妹，她现在单身吗？”他说：“没有，她没有单身。”我说：“哦，好好哦。”哈哈哈哈哈哈！干，思想不单纯，怎么可以有这种人呢？这样不行啊，太现实主义了，对不对？你今天去帮一个学妹修电脑，问她说：“学妹，你单身吗？”“没有，我有男朋友了。”“啊，你电脑自己修了，自己修了。”哎、欸、啊对，嘎啦嘎啦是地面系，我又忘记了，可恶！刚才被打死，不要丢啦！去你的！水箭龟报报仇！我没有想怎么样啊，这不是你就跟你有没有看那个木钥匙超玩？木钥匙超玩他不是都会问那个，他今天去做那个一些。一日系列的时候呢，都会问学姐：“你是单身吗？你结婚了吗？”对不对？这是一个你知道吗？必问的一个环节，这是一个 SOP， 你懂吗？对你开台的时候就有男朋友了，对不对？对啊，是不是？所以我呢，我就会抓清楚这个之间的尺寸，你知道吗？这个之间的距离。如果今天你有男朋友了，那我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不要乱来，万一呢，哪天被那个男朋友给砍杀之类的，哎，不好说，不好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分尸案实在太多了。不要乱来，没有我不想怎么样啊！但学妹回答你说没有，但我对你感觉你是好人，靠腰，靠背，那只能说靠腰，对，靠腰。喝完饮料了。今日分手，明日分尸。没有啦，不要思想这么龌龊嘛，兄弟，怎么会这样子啊？过不去啊，兄弟啊！我看到路了，扣扣哒。为什么会有军杀小姐啊？哦，干！哎、欸，我才刚补满你就。那、啊、算了，
是不会。好烦哦，真的很容易遇到哎，是没差啦，那也没多贵。没有，我跟你讲，假设对不对？今天对方是单身的女孩，哎，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可以好好认识哦，我可以加深关系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他既然已经是有伴战身了，我们就当然就不要乱来嘛，对啊，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吧，对不对？等一下哦。哎呀，对对对对对对，怎么这么多小怪啊？走开走开走开！PP 极限提升技，哇，这么多提升技啊！哎，不是他，不是火焰鸟啊，这原来是火焰鸟啊！记录一下，记录一下，来来来来，最后一只抓鸟，抓完就结束了。火焰鸟，火焰鸟。好帅啊！哇！哇，好帅哦！看，真的是火焰鸟，帅呀！冲浪！哔哔哔哔哔哟！哈！啊！来了，抓了，抓了，抓了！双手，精灵球。Nice， 哎呀！丢歪了，没关系。嘿，嘿，丢太高了。哎呀，没丢到，好难丢！中，中，中！哎呀！
无限抓法，学好了无限抓法。哎呀！再一次，中！哎呀，死人了！呀下！中了！干！中！哎呀，丢歪了。哎、欸，喂，哎，可以了，可以了。喂、欸，嘿，哎呀，丢的不够高。哎呀。哎呀，丢的不够高！啊，丢的不够，不够右边。中！是不是？用球把它砸到中就好了，哎、欸，是不是？嘿，对不对？真的会感动，有没有？哦，我来看看是什么性格。乐天性格，乐天是什么？看一下，乐天是加防御加特防哦，防御加特防，哇，不错哎，三 B 还可以啦，而且加防御加特防，完美就是火焰鸟要的克性 ，perfect， 太好了啊，可以 ，nice。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我尽量远征回来了，放一下。啊，远征还没回来，不好意思。对啊，一加一扣啊，一加一扣啊。乐天是加防御加特防啊，啊，加防御减特防啊。但是我觉得没差，没差啦，好不好？没差啦，青菜啦。虽然没有很好，不过没关系啦，可以啦。哦，这一次回来是不是？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也觉得加攻击比较好，不过来不及了，就这样子了。哦，补血，狙击杀小姐，这个是怎样？这个是利用什么神奇的疗法帮他补血，是不是？哎呦，听起来色色的哦。那再来怎么走啊？再来是要右边那个洞啊。再来怎么走？不会走，迷路了，迷路了，迷路了。逃跑，逃跑。
迷路了。这里吗？看起来不是啊，在出口吧。这里是火焰鸟，没啦，没啦，对啊，应该有另外一个洞。刚刚开的机关，没有啊，刚才那我开机关。哦，你说上面是不是？哦，上面那个机关是不是？哦，这个吗？啊，这个，哦，有，有新的。就这里，就这里，两个是新的。阿秀，四只宝可梦，顽皮蛋。我以前类似游戏快遇到四天王的时候，使用这个离冬绳啊，这没办法了。哎，好硬啊！高速行星，你不要四只都顽皮蛋就好了。铁甲犀牛啊，铁甲暴龙，不好意思，冲浪。嫩大鼻鸟，哇，这里的玩家都很挺精英的，这怪物都很强哎。该按错了，啊，还破坏光线，真假的？啊皮卡丘颜面之极啊！可是我觉得这个精英看起来蛮弱的，看起来变像阴精啊。下去，结束。好，我没有带坏你们，好不好？我说的阴精指的是指这个阴险的精神，你们都误会我。我觉得他的这个精神利益啊，不是特别的，你知道吗？正面，你知道吗？正向，而是比较这个阴险的，这样精英啊，啊阴精啊，阴精。刚刚还在开台啊，是啊，怎么了？我就快打完了，我就快搞定他们了，他们快被我搞定了。对啊，我觉得精英版蛮好玩的啊。我个人觉得精英版做的不差啊。当年精英版玩得很开心欸，那八个神阵都很经典欸。我说真的，成都跟关东我觉得是最经典的两代了。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喜新啊，不那种什么守旧派的那种城府的观念。单纯就真的是最好玩的年代。成都是真的好玩，比这个好玩。我觉得关东还没有成都好玩，成都真的厉害。成都加了很多的要素啊，加了爬上瀑布，加解掉漩涡，再加那个种子七岛，再加那个露琪亚跟凤凰，还有
那三只圣兽，那个整个感觉不一样。而且当年的成都是可以回到那个关东来玩的，所以当时有16个道馆可以打，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集大成的年代，你知道吗？这也是回来是不是啊？对，这也是回来，呵呵，没事。靠腰，哈，我知道为什么了，这要下去，然后再把它推到左边去。哎，真是远啊，远。早期呢可以一次推到底，现在妈的真的是很难推啊。而且我这个滑鼠超难推，我这摇杆有够难推的，它不能边走边点，你知道吗？我要走一下点一下，走一下点一下，有够难推的。よし。彩虹之羽吗？对啊，那时候其实就是为了那个羽毛啊，那个羽毛才能去找凤凰啊。没有，四天王一直都很弱啊。最强的一直都不是四天王啊，那时候到第二城镇的时候超强欸，你知道到关东地区每一个都是50几，关东地区每一个道馆训练家都比四天王强，你知道吗？我就跟你讲到成都地区就是派比较弱的，然后去这个成都地区发展的感觉。当年最强的是我们小智，好不好？刚才那个瑞德，那应该是小智吧，不是瑞德吧？我觉得那个是小，就是小智，你知道吗？不是瑞德，所以我都叫小智，小智。白银山，其实是瑞德啦，我们叫瑞德好了，因为初代版就是瑞德跟 Green 嘛，对啊，青绿跟艳红嘛，小赤。没有啊，因为叶绿火红版，我觉得我没有玩。我觉得叶绿火红有点在消费，好像是哪一代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叶绿跟火红，是因为我觉得有被消费的感觉，我就没玩。哎，到终点了吧？看一下。是自己一个人毁掉，没错啊。瑞德在设定上比小智强，我记得没错的话，哦，叶绿火红为什么没有对啊？为什么没有什么湛蓝之类的？排挤我们蓝色？不过当年那个什么，当年那个蓝版，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就是蓝版的画面是蓝色的，很恶心，就是不舒服，小朋友不会喜欢这颜色，所以蓝版后来好像就没有人要玩，你知道吗？蓝版好像最没有人要玩，因为我那时候那个我那个年代是有那个什么盗版卡带嘛，他就把那个蓝版、黄版、红版、绿版合在一个卡带，我们那个叫做什么74还是80几个游戏合一的卡带，看那当年那个盗版超盛行的，我们每个人都买那个什么70几合一的。一个卡带，然后 Game Boy 这样玩，玩爽爽。小智障不能赢冠军啊！赢了他的梦想要达成了，不行不行不行！
忍者蛙真的是死在剧情，没办法。剧情要他死，他就得死啊！要失智就得失智啊！欸，我比较好奇，为什么当年Wii会，为什么Wii会被破解啊？照理来说Wii是应该不应该被破解，还是当年老任太烂了？我蛮意外的是Wii会被破解，就是。逆鳞，当时没有防盗意识吧？我觉得当年的防盗意识太差了。哎，出来了，出来喽，出来喽，兄弟！哇！真的是重制版哎，好帅哦！哇！哦，有帅有帅，有帅有帅有帅，拜托你喽。因为当年 PS2 我买超贵，我在星光三月买的，我被练财，那我结果现在 PS2 已经坏掉了，放在家里坏掉了，它不能播蓝光光碟，不能干嘛？我觉得最惨的是 PS3， 不是 PS2，PS3 叫悲剧，你知道吗？当年如果忍者蛙赢了，就没办法继续练财了，就没办法日月版了，你知道吗？小智障就不能出现了。达克莱伊超强欸，我后来知道达克莱伊真的超强，他的特工好像超干爆强的。哇、哦，是回忆欸，是回忆的阿伯欸，这个是回忆的阿伯。然后这个是谁？你连第一个试验好像打不赢，垃圾。哎，未来的冠军，你必须连续与他们四个人对战，要是输了就得从头再来。哦，好哦。这么简单哦，好哦，好哦，好哦。你有椰蛋树的话，我可以把我要的椰蛋树给你交换哦。好哦，我有。干，我没有。好，没事。这边可以交换椰蛋树。好，躺躺帮我记着哈。当年我的达克莱伊，你知道吗？因为那只达克莱伊是我这个，你知道吗？改出来的。我那只达克莱伊是号称史上最强的，真的是性格符合，然后能力值全满，招式全部都是刷到最强的，然后 PP 值吃满，然后呢，反正各式各样的能力值都调到最强。那只达克莱伊真的是，你知道吗？毫无缺点，毫无弱点，太神了。小智跟瑟雷娜生一个小智上去阿罗拉就好了。对啊，这样其实剧情也是不错的。我干呢？为什么可以做成龙啊？当年没有这样子啊！你凭什么做成龙啊？大姐，大姐，大姐啊，大姐 ，Hello， 拜拜。可恶！好，我从你后面刚他。我觉得没有黑丝要差评，没有黑丝差评，真的。只要敢让我用上冰属性的宝可梦，我敢说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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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起吗？哦，好帅哦！是白海狮哎，哇，好稀有哦！想要，想要。好啦，你下去了。None.
这一代的兵系啊，你知道都不是纯兵啊，只有迷春姐是纯兵而已。其他像白海市有点水系，你知道吗？迷春姐就是纯兵的，所以还可以打。好像有点邪恶系吧，是不是？我就忘记了。反正不管这样，撞上去就对了。嫩啊！干，真的是一堆经验包。原来是兵家超能力，是不是？刺贝壳也是那水系的、啊。这个是水系加超能力吧，还是水系加邪恶系？我忘记了，随便啦、啊，不重要。总之呢，下去。总之了，下去了，下去了。什么？你没有死？啊！痛啊！哎呦，水加冰哦，哎呦，是吧？我就跟你说，这一代的冰呢，真的是，妈的，没事要掺一下水的属性，然后就被水打爆了，就被电打败了。拉普拉斯也是一个来搞笑的，这也是一下要下去啦，慢走啊。啊！又怎么又没有死？靠！啊！又要吃一发了！痛啊！呆咳嗽。哇，史上最硬的，这只真的强，他真的不错。嫩，没有，我觉得应该只是伤害不够而已。好哦，好哦，好哦，真正还在后头呢。噔噔噔噔噔噔 噔, 噔！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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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兄！哇，巴西巴啊，西巴西巴路嘛！格斗属性的宝可梦们，在不断的磨练中一路走来，今后也是如此。你叫不可思议是吧？我们的强大力量，你就来见识见识吧！啊，所以我跟你说，上一个道馆啊，说什么冰系神奇宝贝，干根本都是用水系的、啊，白痴，白痴！你是格斗系道馆，你派大岩蛇，你那丢脸的吧？下去啦，下去啦！怪力是不是？来，哎呦，我觉得我皮卡丘应该会输，你知道吗？因为我没办法一击把他秒杀，所以我应该会输掉。不管了，撞了再说。地震死了，啊！我等一下再来复活他吧，我们先换梦幻上来。格斗系就是用超能力去打干、啊，来，精神波，蚊香勇士，怎么办？我想要换。皮卡丘继续来耶，格斗可以用飞行打吗？是吗？可以吗？我忘记了，应该不行吧？该塞，
活力魂好了，活力魂直接回满好了。我忘记格斗有没有怕飞行了，竟然有怕飞行，哇，爬上瀑布哎，帅哦！好啦，我换一只下来了，我换皮卡丘上来打好了。我都忘记飞行是打有没有打格斗了，有点没印象了。哦，飞行是打格斗是吧？好哦，痛啊！没关系，这不是重点，没关系。特别的不会打格斗系，属性相克表，我看一下，当年的格斗系是怎样？看一下，格斗怕，真的格斗怕飞行不好意思，虽然也怕超能力，但是我觉得原来飞行系可以打，哈，记错了，少记一个，你知道吗？以前没有妖精嘛，所以格斗系只怕超能力系，我还忘记了飞天系了，啊，那可以，那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只直接飘飘坠落了。这两天休息了多久？啊？我开台之外都在睡觉啊！你就知道我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宝可梦的形状了，太可怕太可怕了。吧，我睡觉睡得很好啊，还好不错啊。我现在只担心我的身体这个喉咙的状况而已啊。幽灵系是皮卡丘比较不太能打的，不过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硬打，不要担心，可以啦，可以啦，硬打就好了。幽灵系真的是妈的干爆难打，因为幽灵系你没有邪恶系或是那个同样是这个幽灵系的不好打。对，这老奶奶还蛮漂亮的，她年轻的时候还蛮漂亮的。台语版的宝可梦预告没有哎。没有啊，不用不用不用，这种东西就直接硬干就好了，直接电电加速撞下去就好了。一样秒杀，跟你讲，只要击中要害就是秒杀。绝云改练了吗？还没啊，我绝云没有练啊，我绝云没练。耿鬼。电电加速，双弹瓦斯，哎呀，没有死啊，太强了吧！哇，竟然没有死牛逼牛逼！哇，双弹瓦斯好强哦！怎么都是毒系？对啊，他应该是幽灵系才对啊！你看耿鬼出来了，他有两只耿鬼哦！干，怎么那么奇怪啊？怎么是两只耿鬼啊？电电加速比较强，电电加速的伤害是有直接撞到要害，所以1.5倍。
大嘴符，干这个是来自杀的吧？这个是来自杀的吧？这个他妈一下就下去了，下去了，兄弟。没有电电加速，应该是这版，应该是这版自创的，不太像福特攻击，我觉得他是电光一闪的电击版，你知道吗？难怪会被大木博士看上。我记得他好像跟大木博士有认识，他是大木博士的妹妹，对，是吗？是这个设定吗？啊，阿杜哦，阿杜是这一关哦。长得像大魔士，我觉得魔族同一个啊。我记得第四道馆还有一只啊，怎么不见了？以前第一道馆好像第二道馆还有一只用那个什么用草系的，就不见了，你知道吗？以前有一个草系的。啊，不管了，没关系啊，不是重点。真的是四天王而已，哈哈，真的是四天王哎，化石翼龙是不是？啊，这个直接冲浪下去吧。哎，没有死哎！干，那我皮卡就要死了！啊，要死啊，痛啊！不要拿地面系列打皮卡丘啊，痛啊！干！暴鲤龙！战斗战斗！福特攻击！结果只有一只快龙而已啊！呵呵，喷火龙！哎，没有快龙哎！啊，有有有，最后一只，最后一只，最后一只，先喷火龙，再快龙。没死，哎，麻痹哦，赚哦，啊，死了，拜拜。卡卡卡 ，OBS 有亮红灯吗 ？OBS 没有亮红灯啊，应该是个意外，不要在意，不要在意。没关系，直接 mega 进化，加我们龙之波动。能。再来了，最关当然是龙打龙啦，龙系打龙系当然是开心的咧。最喜欢龙系打龙系了，来来来，哇，效果绝佳，逆鳞，痛个干，你老是痛啊，痛啊，互相伤害，互相伤害。没有啊，插喷有龙系啊，插喷有龙系啊。
插喷有火加龙啊，所以刚才龙被打很痛啊。盖我，你没看到那种逆鳞打我，我痛吗？干，那就有问题啊。哎、欸，什么？是大木博士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我以为是大木博士、欸，靠背是大木博士就神作了。原来是不太套主义者啊！哇，原来是有冠军头衔啊！好哦，笑死！哇，真的快笑死！还有惊讶了一下，哎。话说我这只哈克龙是不是很烂啊？看一下，好，真的很烂，垃圾。我想要拉进化一下而已，特别的想要拉今天进化，让我们留存记录，对不对？我们第一个记录就要有快龙，证明我这个时尚的这个厉害啊！神奇糖果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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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进化，要五十五等是不是？哎、欸，逆鳞学啊学啊，这个龙之怒就不要了吧。我记得是五五嘛，对不对？史上最难练的一只。有了有了，快了快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快龙！啦啦啦啦啦啦！肥大，肥大！当年我都用那个闪电鸟打他、欸。神鸟落雷直接打他，因为他有飞行系，所以 会怕雷。史上最废的一个弱点，翅膀攻击不要。呵，好了，现在再来呢，这个回复口袋，直接让他复我吧，我觉得没差啦。道具就是拿来用的，啤酒起来啦，死者复苏，那小帽岂不是完全没有戏份了吗？好难过、哦。我们不能穿过它直接到赛上面。看，好帅哦！哇，配上这个脸就不帅了。哦、当年这个 BG 很帅哦，冠军不带套主义者，哈哈哈，我觉得配在一起超奇怪的。这 BGM 是新的吗？我没有听过哎、欸，这个 BGM 我真的没听过哎、欸。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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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鼻鸟有这个哦，我怎么不知道？
重改编版。啊，我料六九了。霸王花，继续继续。哇，终于进化是吧？飘飘坠落。哇，死去。烈焰马。哎呦哎呦。56等欸，等级真高啊。哇，没死。闪电冲锋，哇，好帅啊！哇，帅帅帅帅帅帅！干，全部要，不要脸！没更小啦，你是小智吗？嫩。嘎啦嘎啦，打打打打，嘎啦嘎啦比较难打。冲啊！哇，竟然撑住了，太神了吧！哎，嫩，下去。别更小了，卖都阿内，卖阿内都别更小哎，下去了啦，下去了啦，下去了啦，冷。呆咳嗽啊！来来来来，冷，冷，雷伊布是不是？来来来来。结果雷伊布不是他最强的，太好笑了吧！哎呦，撑住了呢，兄弟，打雷，嫩，效果有点差哦，兄弟，送你上西天冲浪。啊，什么？没有死。结果电电冲击还比较痛，真是太不科学了。我觉得他要嗑药了，我觉得对面要嗑药了。不管了，先撞再说。啊，没得撞了，好，算了，飘飘坠落。干，你看，果然没更小。这样不是换我输了吗？这样不是换我输了吗？不能这样子啊！干，不能不能，我们这一对一的单挑怎么可以输呢？跟你讲，大招拿出来，送你上西天呐！妈的，真的是欠冲哎！
来。躲过了，哈哈哈哈，爽爽嫩，躲过了，躲过了，有没有？赢了，赢了。我承认了，你这世界上最强的训练家。哇，不好说，不好说嘛。还笑嘞，我的实战竟然如此短暂。不可次郎，你终于做到了，我由衷地恭喜你。你在感伤个屁呀、啊？我们的女主表情什么话都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他全身都是破绽，好不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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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身都是破绽啊，不好说不好说。靠的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请你跟我来吧。好 gay 哦，我觉得路人表情都比女主角多了，女主角都这样子，同一个表情一直笑哎。嗯哼，おめでとう，不客气喽。哦，我跟你讲，只有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很感动，到后面都觉得很拖时间，很拖台前。结束，三天全破，耶、yeah ！啊！这什么画面啊？该好奇葩啊！注意哦！哇，全破全破了！哇，好帅！真的是各个道馆的背景，还蛮帅的，制作得很用心。小刚的道馆，浅灰室，然后是华兰室，不是，这个是月剑山的那个洞窟。这个是那个什么红氏的第四道馆，那个三 D 龙那个。道馆可以再挑战。
我觉得 Switch 会接着把所有时代都再出一遍，应该不会吧？那样太干了，那样太干了，拜托不要啊，好累哦。你有找回你童年的感觉吗？有有有，真香真香。我不可能再玩一次伊布玩，那太累了，不要不要不要。我等别人传宝可梦给我了，我再来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图鉴给完成了，我就收工了。这游戏已经差不多了，嗯、剩下是那个等我另外一个朋友吧，他玩太慢了，叫他玩快点。我问他你什么时候玩完啊？我直接问他好了。我全破了，我全破了，你加油啊！皮卡，皮卡，神作，神作。最后的那个画面，神作，皮卡皮卡，哇，太完美了吧！这游戏太值得买了。你走开。你刚打第三道馆，等你哪天。OK， 来传送吧，我要全图鉴。今天也渴了，你要睡觉了，晚安啦，各位，明天早上要上班上课的。以前我们的房间都可以布置欸，这一代都不行是不是？你知道早期那个收集那些房间的那些玩偶什么的。换什么卡比兽什么玩偶那些都很稀有，现在这代都没有了，那些元素都没了。我记得那一代是最发扬光大的是那个蓝宝石跟红宝石那一代，那一代真的是超屌。蓝宝石红宝石是布置那个秘密基地。你欠哪只跟我说？六尾，打扰了，你上去咯，你想干嘛？你走开！早安，关都冠军。好啊，好啊，好像有一只很强的宝可梦出现了，我想捉住它。啊，就超梦嘛，靠杯啊，还要抓超梦欸，好吧，抓一下，抓一下。先存档一下。我同学在跟我讲，你缺哪一只？我顺便抓，我看一下，我缺哪一只啊？我缺哪一只啊？派拉斯这代应该是可以直接，这代是没有派拉斯特啊。啊，有这代有派拉斯。这只是不是抓不到瓦斯弹有吗？瓦斯弹，然后还有谁？大舌头是不是抓不到？哎，大舌头有，大舌头在预约了。瓦斯弹。我没有 Pokemon Go， 戴龙是不是也抓不到啊？欸，有欸，那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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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抓到。宝石海星应该可以，伊布这三只应该都可以。
多姿橘子兽剩下啊，那个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应该就这两只，应该就这两只了。好，结束。晚安，晚安。我记得阿伯蛇好像也没有哎、欸，阿伯蛇好像也要另外抓，这只也要另外抓，他好像也没有。对啊，啊，我顺便跟他讲阿伯蛇好了，阿伯蛇啊，还有这只阿伯蛇，蛇蛇蛇蛇，啊，不不不，啊，要啊。艾比狼，菊石兽，等你，那个最少要第七道馆，哼，好，结束，好，再来呢抓超梦，抓完今天就收工了。你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啊？什么？喷火龙、化石翼龙还有快龙一起？啊？哦，有这种功能？有一群被称为大师训练家的人出现在关东地区。哦。真的假的？皮卡丘大师，二周目这么好玩，哇、哦、哇，好爽啊、哦！可以直接飞耶，哇，神座，神座了，我操，干好爽啊！早该有这个功能了嘛，对不对？早该有这个功能啊！哇，当年有这个功能就那么好玩，就这个。那、啊、怎么下去？兄弟，我想下去。哇！谢皮卡丘。阿索要怎么下来？我没办法下去啊。Hello， 我要下去。我要下去。Hello。啊，要收起来哦，怎么这么麻烦呢、啊？还要收起来？我是波波大师，你在这群救急的波波。啊？哦，要跟他单挑哦。啊？可是我打不赢啊，我的波波那么烂。我来换换看，我看有多强。是有这么强吗？我来试试看，你来试试看我的 BB 鸟好了，来，放在同行的左上角。对啊，我放在这边啊，他要波波是不是？可是我没有波波啊，必须要波波是不是啊？好，我试试看，干。波波怎么可能打得赢啊？我一定会被干爆。我觉得他波波超强，只接受波波干。好，我就用波波13等的跟你打了。来。我看你有多强！来啊！我的波波很强哦。
上啊，波波！干六十五等的波波是很小哦，干打不赢哦，要被干飞了。我们用英语鹦鹉学舌飞向高空，我们也跟着飞向高空。游戏我赢了，赢了！哦，下一滴，糟糕，打不赢鹦鹉学舌，使用飞翔，使用飞翔！哇，赢了赢了赢了！哦，一滴鹦鹉学舌，鹦鹉学舌。哇，好，不要浪费时间了，真的超浪费时间的。算了，不要打了，真是浪费时间，笑死。干，哪有人强制要波波的啦？干，这什么变？这什么丧心病狂的游戏啊？这个二周目是谁想出来的？靠腰，我去长青市看一下那个皮卡丘极致大师是谁好了。这模式超靠北的，强制二周目啊！强制的周末啊，这个喷火龙飞起来。哎，喷火龙没办法，这边没办法飞高高哎。这个我没有打过吗？真的假的？我现在忽略了你是不是？糟糕，四等啊，不是我的错啊！我才不要拿波波打，浪费时间。我是没打过，是不是？应该不可能重置吧？是重置了吗？全部重打？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哦！不是吧？全部重置，我要疯掉了！不可能全部重置吧？不可能吧？应该是没有来过而已吧？我觉得是没来过而已啦。这是独角，这是独角，这是什么？独角兽大师哦！干低能哦，才不要嘞！这游戏在简直降低我智商。哎，对啦，应该是没打到而已啦。没有没有，没事，没打到而已，没打到而已，没打到而已。不要吓我，我妈全部重置崩溃。所以，他刚才是说在这个森林吧，对不对？好烦哦，走开啦，绿毛虫。
干，看到大只来还会怕，看到大只还在撞，莫名其妙。哦哦，我听到皮卡丘的声音了。哦，是皮卡野生的皮卡丘，是不是？抓一只，抓一只，这挺稀有的。抓一只，抓一只，抓一只。皮卡丘。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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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你跟我的皮卡丘打打看啊！我是皮卡丘大师，来来打打看。哇哇哇哇哇哇！为什么皮卡丘特别厉害啊？75等，比我还高。三小，这三小比我还高。我操！对面胸部好大哦，躲过了摔打。为什么他皮卡丘比较厉害啊？会一些很奇怪的招式。替身，糟糕了，糟糕了！替身这个设计真的很低能，你知道吗？该会的皮卡丘会剧毒啊！这到底是三小啊？这还是皮卡丘吗？他皮卡丘为什么会剧毒啊？这是什么鬼啊？替身加剧毒哦，这个打法好靠背哦。可是我皮卡丘一直无限治愈，所以还好。来，再一下就死了哈！我操，好痛啊！大师真的都怪招哎。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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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摔打的皮卡丘好痛哦！他会给什么东西啊？哦，就这样子而已哦。干，这有什么意义吗？就这样子而已啊！好空虚哦，空虚的游戏。空虚的游戏，八大湖大师哎、欸，怎么到处都有大师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就当个垃圾就好了，好不好？四天王好像要变强、欸，哎呦呦呦，对面比掉也会飞也、欸、靠背，这什么猎雀大师？各地真的都有大师哎、欸，啊，我不想玩这个弱智的游戏。我以为会送什么稀有奖品呢，结果没有。好啦，我要去打超猛。这个什么臭花大师？不用不用不用，你那么多大师，谁受得了啊？我觉得应该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可以下来吧？那太蠢了吧！有没有可以快速下来的按键呢、啊？
像没有哎、欸。好吧，那我直接飞到华南道馆吧。不能穿越山脉是不是？好吧，能飞的终究有极限。不能穿越山脉，这什么？尼多，尼多兰大师，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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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一堆低能大师。不能飞越山洞，哎呀，好麻烦哦。不能飞越山洞，还是能去的地方还是有限。我以为可以直接飞过去，这个设计的不好啊。设计的不够优秀啊！不管了、啊，不是啊，哦，我只想要进去补个血，你就起飞了。哪有这么低能的？每次都要收发、收发、收发的，太低能了啦！这个设计什么时候改回来？我想下来就下来，想上就上去啊！不喜欢就很低能。好，抓超梦，抓超梦。抓超梦之前呢，先去买球。我记得这代没有脚踏车吧，对不对？听说是拿掉了。说是拿掉了，对，这代没是什么嘟嘟大师，哪来这么多大师啊？我买金银球。全世界只用金银球的男人，150颗，谢谢。再买一些超级球一下。大师球是拿着纪念用的，不是拿来用的，好不好？绝对不用什么大师球。大师球拿来丢，拿来丢超猛，多 low 啊，多 low 啊，大哥，一点也不有趣。你觉得观众想看你用丢大师球呢，还是丢一般球抓不到的感觉呢？当然是丢一般球抓不到的感觉啊！我记得大师球不会丢歪啊，大师球不会丢歪啊。嗨，冠军，你要进入这东西是 OK 的哦。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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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再说。比卡丘！哇，这只家伙有五只哎，这简直是四大天王的强度啊，52等哎，夸张！怎么这么强啊？大师球有自动导航啊，不要怕，大师球就是自动导航。弥多王，那你就是你就他这个就是超那个，你知道吗？超第八道馆的，可是这代有瑞的吗？
因为这代应该没有白银山的才对。早期这边好像有白银山嘛，对不对？还是那旧版啊？不对，那是成都地区才有，成都地区才有白银山，可是它地图上没有画出来。以前是在往左边的时候可以走过去，再往那个，对啊，有瑞德啊，真的假的？有，刚刚有人贴，再贴一次，再贴一次。我刚应该是没注意到。啊，点错招了，来不及了。白银山在冠军之路左边哦，哦，啊，死了，拜拜，痛啊！冠军之路左边了，那我就知道了。好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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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先把超梦抓好再说。这个，哦，好看看。真的有小字哎，哦，我看到了，太好笑了吧，就站在那边了，怎么可以这么蠢，好蠢哦，就站在那边而已哦，好哦，太蠢了吧，你下班了，辛苦了，我应该打不赢是不是，他应该大概七八十等吧，我已经打不赢了。正常来说，瑞德应该是八十几等，对，没错。之前小智的皮卡丘到八十一等嘛，对不对？他的平均等级是76啊，所以我大概要到八十才能打，理论上是这样子。靠属性克制可以打赢啊，但是我不想做那么蠢的事情，就是。好啦，总之呢，我现在先做一件事情，我要把波波换下来。超级角级，哎，60号机耶。一只85的卡比兽就受不了了，你可以拿格斗系跟卡比兽打，啊，就不用怕了。格斗系可以把他揍爆啊。好了，我现在把那个这只垃圾先换下来，还要换谁呢？换个梦幻上来吧。快龙，快龙，我真的是垃圾哎，说实在不想练，不想练他。换卡比兽好了，换上来练练，不错，练练练练卡比兽。超梦70的你撑得住吗？可以啦，可以啦。六只打一只，你觉得打不赢吗？怎么可能？华兰洞窟，更好帅哦，这里。哇，太哇，哦，那个在发光哎，好帅哦。这场景也做太漂亮了吧！做的好漂亮哦！哇！哇！可达鸭，死蚊子，真是，走开，走开！可以用飞的吗？不行啊，洞窟里面不能飞啊！是大舌头，我要抓，这里就有大舌头，抓抓抓抓！哇，抓了抓了抓了，送你了。大
石球啊，没有啦。哇，好高的经验值啊！大蛇头有没有色尾？我不知道哎、欸。哇，好多大蛇头啊！这里的道具都超屌的、欸。哇，不是活力快，就是全补药哎。等下嗑要用的，我觉得。我觉得这边大舌头可以串的、欸，可以串三十只大舌头，但是我不想做那么蠢的事，算了。哎呦，好多、哦！哇，这么多楼梯是怎样？会迷路啊，兄弟！这么多楼梯，太多楼梯了吧？我觉得好像每一个楼梯都很重要哎、欸。总之呢，先每个楼梯都先走下去看看好了。哦，真的有！上去！对对对！看，还有奇异蛋哦，这也太多太多奇怪的东西了吧？走开啦，死蚊子！哦。这感觉很可疑啊！有哥达鸭哎，干，这一件有哥达鸭哎。如果已经有了，所以不需要抓了。这个好可疑哦，超可疑的。哦，我看到，我看到了，在那边，在那边。我看到底下有个尾巴在摇，超猛！哎呦，走开！这也是华兰洞窟啊，对啊。蚊子，我只觉得我好像还有漏拿什么东西而已，我真的是觉得好像没有拿干净。为什么有鲤鱼网啊？喂，看到他了。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拿干净洞窟的东西耶。哎哎哎哎，蚊香蛙，直接先抓，直接抓，直接抓。回去再收，不要、哦。我这个人习惯就是喜欢把最后的甜点放在最后面。用喷火龙打重温动画场景，不用不用不用。
要皮卡丘打，被他直接那个超梦那样抓起来，抓到地上，砰撞死。皮卡丘，哪来这么多啊？不管，我要先去收，这是我的习惯。呵呵呵呵呵，啊啊啊啊啊！我就是先不抓，怎么样？我只怕等下迷路，等下回不来而已。先记得是这个洞窟左下角啊、哦，好，我记起来，记得。先记得是这个地方，左最左边，最左边的这个楼梯，其他楼梯先下去看看，确定一下都捡了。我觉得还有没捡干净的啦。这边应该是连通的。理论上应该是都捡干净的，不过来确认一下。哦，这是刚开始来的洞窟。哦，我知道。哦，那应该没了，那应该走干净了。好，可以抓超梦了，耶耶耶，可以抓超梦咯。Let's go！ 这洞窟其实不复杂，大概就三层而已，三层的洞窟啊，这几个楼梯都是装饰用的，像这个也不是啊，这个感觉也不是，对啊，这边感觉也没了。好，没了没了没了。好，收完了收完了。来抓超梦。存档，以免一上岸就进入剧情触发，应该是不会吧？然后同行的宝可梦呢，先换上我们。看皮卡丘血没有满了，算了，没关系。把它吃满好了。差不多178可以了，少到10滴没差。好，存档。来。哇，好，这也不会触发剧情，存档。强啊！70分钟，哎呦，5分钟而已，加油，加油，加油！
呼叫援军，呼叫援军，救救我，我救我。嫩，痛痛痛痛痛！羊，特防下降了，没关系，好，很好很好，再撞一次就赢了。百万吨重拳。啊！射一滴，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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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剧场版再现！哦！来来来来，我们要用普通球来抓。来来，390颗跟你奋斗了。嘿，哇，还跳嘞！你跳屁啊！嘿，还跳。哇，好难抓哦！啊，死了的！抓到了，抓到了！哇！还有蚊子在飞，走开呀、啊、蚊子，走开，走开！对，这样我超梦是不是应该先去锁定性格再来啊？对不对？我超梦应该先锁定性格再来。有一只蚊子在飞来，在飞，走开！再过来杀你，我跟你。我可以抓失败就锁定性格，哎，说的真好啊！
没事，没事，没事。哎、欸，怎么只出去一颗？哎、欸，怎么只出去一颗？干！哎呀！没丢好。不要再晃，他一直晃一直晃，很烦啊。哎哎，excellent！ 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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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中啊 ！Excellent， 还不中啊，太夸张了！能，你跑不掉的，中中中，还不中。哇！不会跑掉啊！中了！哇，怎么这么难抓？当年是好像一定要用大师球抓吧？我记得好像 用一般的宝可梦球，好像才1%还是2%，忘记了，几率很低。对啊，以前要扛他的攻击抓，他会丢到没招式，然后自残攻击，然后把自己打死，蛮可怜的。中！哎呀！剩几颗啊？287，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抽卡理论。我们抽287颗球，我们抽100多次，怎么可能抽不到1%呢？一定可以的。中！哎呀！哎呀！
这么难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抽到了，抽到了，抽到了！哇，好像很强啊！什么性格啊？如果不是喜欢的性格，我想要刷掉重来、欸。说实在，他应该不会这么丧心病狂吧？大胆，大胆，好像很挺废的感觉。大胆是什么？我看一下，减攻击加防御，干是垃圾，是垃圾，我要换掉。三 B 而已，换掉，换。重新再来一次，可是要怎么把它给它关掉游戏啊？这边要怎么把它关掉一下 ？Software Overlay 叉叉是不是？哦 ，Overlay， 哦，我要去锁定性格，再重新抓一次。我直接锁定性格再来抓好了。应该可以锁定性格再来抓，我们先去锁定一下再过来。超梦是什么性格最好？超梦应该是特工强吗？超梦应该是特工加特工的那个，加特工减特防或什么的。超梦应该是特工比较强。好，我们先去锁性格。等等，直接大师球不行，这是我的坚持。我的坚持就是神兽一定要普通球抓。当年我的坚持，你知道吗？让我这游戏变得还蛮好玩的。继续游戏，特攻或速度哦。小孩子才用大师球，超梦加速度不错，为什么？你说可以先攻的原因吗？是因为可以先攻是不是？占卜的话应该是，哎，是这个道馆吗？是这个吗？是这个道馆是紫院士吗？还是玉红氏啊，玉红吧。哎，对，玉红没错。我看一下超梦什么，超梦什么什么个性比较好。其实特攻或速度吧，对啊。性格的话，秒杀流，特攻型，对啊。我想要学特攻型，好，我们就特攻强化型好了。特攻强化型，不要物攻流啦，我们用特攻型好了。特攻的话，加特攻的是
马虎，马虎或是慢吞吞，慢吞吞也不哦，吞，抓到了，我要现在重新再抓一次。特工，对啊，慢吞吞嘛，慢吞吞或是内练嘛，对啊。内练是加特攻减攻击，可是加攻减攻击不好吧？干嘛减攻击？我觉得保守比较好吧。保守，可是我这边没有翻保守的，保守叫什么名字啊？不学物理没差，是没错啦。那基本上呢，就是加特攻减防御，或者是防御留着不错。我们加特攻减特防，或是加特攻减攻击，对，胆小也不错啊。胆小是减攻击加速度嘛。保守是内练是不是？哦，内练就是加特攻减攻击。好、啊，我们来刷这个好了。内练是不是？我们来刷内练，这个叫做 Hikaeme。我们刷这个好了，刷看这个内练试试看。来刷看，先存档一下。欧洲人，飞。再飞回去，飞回去，飞回去！太神啦！如果撞到怪物就破功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要使用我们的喷雾器。应该是不能撞到任何的小怪。这就要买我的喷雾器，除虫药剂，买个妈的十个好了。啊，是雷达，哎，就可以这个因为它是你遇到的下一只的宝可梦的性格。如果他照他这样说的话，所以假设我只有遇到超梦的话，那他一定是内练，理论上是这样子的，理论上是这样子的。没关系啊，就这样子吧，没关系，可以啦。总之呢。先个 save 存个档 ，OK， 好，不会出什么意外啦，不会，好不好？你看过哥出意外的吗？没有，好不好？从来都没有出过意外的，小孩子才出意外。
感觉到了某种气息，某种欧洲人的气息。啊，对吼，对吼，我想起来一个问题。佛啊，这样的话要重新丢一次很麻烦。哎呀，谢谢存档，存档啊，存啊，来来来来来，万事俱备啊啊，只欠东风啊。好了，这个呢，结束了。好，抓了抓了，直接叫伙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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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马吉嘎哟 ！What the fuck？ 没关系，阿妈超喷，不要怕，不要怕，可以啦，可以啦。干，招式出慢了，打死吧！高速行星。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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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力有点强哎，怎么办？对面有点强哎，对面有点强啊，内力有点强啊，糟糕！哇哈哈，内力性格就是不一样。哇哇哇哇哇！我时间内打不打得赢啊？来不及了，还有两，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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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吸取，高速信箱。干！高速信箱，快赢了，快赢了，快赢了！卡比兽，使用包包，活力快，皮卡丘。卡比兽也不行，什么重来？没有重来这回事的，我赢了，谢谢各位。什么重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皮卡丘的速度再怎么样都比超梦快 ，OK？ 我只要使用这个电电加速，结束了。谢谢各位。嫩。嫩，太嫩啊，兄弟，你还太年轻了，哎呀，
我刚才皮卡丘为什么慢呢？因为我在那边甩大招慢了，你知道吗？哎呀，你真是不懂我的用心良苦啊！啊，慢慢丢啦，来来来来，有了刚才的经验呢，这次呢每一球都是 excellent。哎呀，没有丢歪了，哎，这个是失误，这个是失误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太慢丢了，麦照乖，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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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 ，excellent， 中了，好，没关系，不要在意。再一次，哎呀，再一次，再一次，吸到两颗有没有比较好抓？我真的不知道哎、欸，两颗只有那个特效而已，你知道吗？我觉得两颗没有比较好抓，两颗根本就是来搞笑的，你知道吗？没有啊，因为这个手收不起来啊，他没办法收，他没办法收起来了，所以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只能这样抓了。其实两颗球没有比较好抓啦，真的啦，只有接子比较多而已啊。好，没事。又卡了。